交通工程竣工仪式。投资总额为一点四百六十亿元的电变航空港扩建投资项目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动工兴建。电变航空港在升级改造后将能迎接。a 三二 联合埃山二药行客机或类似机型，年均旅客土土量达乌水万人次。目前该航空港共有河内，电坪，胡志明市电坪，两条航线。对于高速公路项目，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表示。 从本镇区开始至今，越南已兴建七百三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是高速公路总里程甚至一千九百左右公里。正建设的高速公路近一千七百公里，并令正到二零二五年全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三千公里，以及二零三零年达到五千公里。 今年最后一个月，银行放开了数千亿元赛道期前回购债券。越南联游、邮政银行、东方股份、商业银行、越南国际商业股份、银行、越南冠庙股份、商业银行等均展开了系列活动。根据越南债券市场协会的数据， 截至主关联三年十月底，企业债券发行总额接近连败四十八万亿元，其中包括价值超过二十七万亿元的二十八次公开发行，占发行总额的百分之十二点九，即连败四四四转发行价值。 两百二十点五万亿元，占总发行额百分之八十九以上。其中，银行业占多额数，应发量超过一百二十万亿元，相当于年初以来发行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六。 湖南省省委会最近要求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主力落实一站式和联通一站式机制反哺各级一站式部门此外必须加速分行解决和反悔行政程序和公共服务的结果特别是解决 不依赖于行政变限的行政程序，通过公共邮政服务接受并返回与个人和企业直接相关的、领域的结果，例如政策制度、土地、投资、商业登记、建筑、公民身份、税务、海关、社会保险、警查等。 尤其是定期为供公务员和公职人员提供行政改革指导。关于新闻，十二月二十四日，伊朗海军接收以色列国产设计生产的新型军事装备。其中包括战略巡航导弹系统和配备电等战系统的直升机。

新武器系列包括塔拉雅巡航导弹系统、纳西尔巡航导弹系统。带有天磁创系统的直升机，以及用于侦察目的进行军用直升机。此外，伊朗海军还装备有八个发射器的地对地导弹系统。无人机。 减水源弹系统和示范拓展，船。伊朗官员表示，强调该国将毫不犹豫地增加包括弹道力量在内的军事能力，以及以加强反制能力。寒潮席卷全 e 各 t i 引发暴风雪气温下降，十二月。 分中国首都北京零下气温小时数算上新高 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北京气象台记录三百多个小时零下气温这是自一九五一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零度以下气温同时中国首都也连续九天气温低于负十摄氏度 受北极冷空气的影响，中国北部和东部地区正经历创纪录的寒冷，部分地区气温低于负四十摄氏度。北京西南部的河南省许多城市因缺乏供暖电力而陷入危机。我们从各位新闻、调查、研究、改造、工作、生产、社会。